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和我来一起学习关于编曲方面的小知识小技巧。我们这个系列已经好几天没做了啊，这一期呢正好借着回答一个粉丝朋友的一个问题啊，我们来说一个新的一个内容。有一个粉丝呢，他通过微信啊发了两个音乐，一个是一个原版的一个电影当中的音乐片段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他自己扒出来的一个电影片段，然后就问我这个和声是怎么构成的。虽然他扒出来了，但是他不理解里面的和声，他应该是一个悬疑片的一个背景音乐，像这种类似于悬疑紧张恐怖啊这种东西啊，基本上我们会用小调的和声去配。我呢就不是扒带啊，我就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他的和声体系，我们可以先听一下。四个和弦，基本上他给我听的那个就是四个和弦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它是一个和弦啊，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和弦。你可能会说，哎，这明明这四个和弦怎么会是一个和弦呢？我慢慢说给你听。我们是拿 C 小调来举例啊，根音在 C 当中，只是呢我们把它的五音啊分别的去以半音的这个方式去爬，然后最后再回到一个半音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原位升半音，再升半音，降半音啊，这样子构成的这个和声。如果你把它看成四个和弦，你就把这个问题啊复杂化了。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是什么和弦啊，这是一个 CM 和弦，这是一个什么和弦，这是一个升 G 的大三和弦的第一转位，这是一个什么和弦，这是一个 A 的减和弦的第一转位啊，这个和弦和这个和弦是一样的啊。如果你是这样子去思考的话，你就发现，哎，这怎么小调里面的六级怎么会变成一个减和弦，你就会有很多的问号在脑袋里面。但是如果你只把它当一个和弦呢，你就豁然开朗了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 CM 和弦，没有疑问。这是一个 CM 降六，这是一个 CM 六，啊，没有五音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和弦，只不过五音在做变化而已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。那么为什么你会想到用这个半音去爬呢？因为半音嘛，在我们的和声当中啊，半音是最不和谐的。人工的、凭空的去制造半音，这种非常矛盾、非常冲突的这种音阶出来啊，自然就会有一种紧张的、恐怖的感觉出来啊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可以把你的三音做一些半音的一些堆叠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，哎，它的三音再升高一个半音。我们这边也可以升高一个半音，但是我不建议升高半音。为什么呢？这边法拉都它是一个大三和弦，非常明亮的属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大三和弦，非常明亮。如果你用这个和声的话，在这边就会给人一个感觉，就是在一个阴森恐怖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屋子里面，突然打开了窗户，一束阳光进来的那种感觉啊。我们可以听一下啊，很恐怖，哎，窗子打开了，阳光进来了，就不那么恐怖了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你还是要根据你的耳朵去做一些判断。我们这边的三音就不动，然后我们这边三音呢，可以去提升一下，我们可以听一下。也是很恐怖的，回事，这边可以吧？这个可以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半音。这样你是不是可以在我这边得到一些启发啊？你自己以后要去配一些比较恐怖的啊、比较悬疑的一些音乐的时候，就用我这个方式人为的去制造，让和声、让和弦做一些改变，去把它变得恐怖一些。好，这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